吼，讲愿你免捐出批农具出来吼。我请问你吼，希望阮协会安怎来保存这物件？过去我就是去参观过恁迄个用途，但是感觉讲吼，保留吼，较早吼菩萨派吼圣空农具啊，感觉真有意义，所以我就将吼做产在农具。啊，最近就哪样讲哦，一般农村都有小啊改变，拢用大型的东西，所以将跩小农夫啊来甲关落来，农农未来啊对社会甚至讲跩青少年吼，也是爱吼一寡学生啊，会当去甲咱参观，即系了解讲过去吼，咱这个农民啊咧做产的辛苦，所以我做产我做四五十年哦。今天就将跩农夫吼，全部来甲关落咱这个农房吼去保留，算讲较长久吼，甚至讲吼对社会、对咱跩未来青少年拢有搁较帮助。可以了解讲咱生产吼，过去迄个吼一般跩吼老人的诶农民的辛苦。啊，因为阮这是吼多元事业，啊，所以我们国家一个中心吼，希望阮透过这物件来。一旦互阮创造搁较侪钱，啊，所以我嘛是足感谢吼，陈先生吼，即届去啊，希望你有时间较侪搁看遐物件，等你平常会使大家来做伙来分享这物件，吼，啊，你这物件定下了，我拢会来注明，讲啊，这向南南先生吼，关注我能做啊，就清楚，吼，啊，其他感谢你吼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好，谢谢。这菜，你起码讲明这菜较少，嗯，这个当然啦。这当然是圣公顶摆哦，人咧收租啦，收租哦，拢安尼，顶摆哦，无要广播去啊，因为看若要收租，拢看人。顶租你收到去咯，听讲哦，因阿就起来吼，人讲无情遐，拢摆不是无情遐咧闹人，就讲啊，正一个人出来无广播去，啊拢用钱拍，啊砖头拍砖尾，真好。你叫人讲去了，千万注意。因为我点这电炉火哦，这火就是物价出来，哎，啊电炉哦，电炉算我家己买只，顶面放水，啊有一个栓啊，甲转落，啊火甲点了，伊就自动的，对不啦？这若咱开火煎饭，我知，啊这国旗箱也是用摆这，当时功夫哦，爱村啊都每户拢家己不用国旗啦，啊国旗就是用这箱啊来玻璃，休息间，官员哦，还在时间来休息，这个休息间呢？这么久啊，但是 OK 的 ，OK 啊，你讲可以，我可以的，这方面差不多 ，OK， 这孙。